宇宙很远，他们用微星打开一个奇妙的世界。程序设置完毕。人工智能，天地互联。要是我的设想真能实现，对整个人类可是一大步。花样百出，敢想敢干。小卫星引领大时代，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《卫星时代》，央视少儿频道，给你好看。城市还做梦的年龄，每一秒都天马行空，把银河当作地球的卫星，下雪天也不会怕冷。人类的文明史总伴随着人类对陌生世界的探索而发展。阿拉伯人掌握了季风的规律，统治了欧亚大陆中南部分。辛巴达航海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。欧洲人把指南针应用到航海上，才能走出地中海，定义全世界的地理名词。只有掌握更好的导航技术，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文明的繁盛，社会的进步。直到21世纪的今天，这条规律依然适用。我妈常说，男孩都是晚生，他们果然没错。幼稚，实在是太幼稚了。你不懂，这是尊严问题，你能不抢我的话好吗？同志来喽！来来，看到没有？不用我们劝架，一杯果汁就解决了。今儿又哪儿您不对了？又架上了？其实也没多大事儿，就是学校明天组织徒步远足，夏老师把我们班分成了两组，对，要带领不同的队伍，分别走两条不同的路线。那是因为抢组长了吧？真不是，他俩都是组长。那为什么呀？男孩就是这么幼稚，什么事儿都得分个高低。我是组长，大兴也是，这不是侮辱我的智商吗？充分体现我的实力，谁跟我一组，谁占便宜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说什么呢？要是有的选，谁跟他一组？太扎心了，朱迪斯，你不是说跟我一组特别开心吗？嗯，那什么，星哥，对不起哈，我说漏嘴。没人想选你。那也不至于这么掐呀。其实是要怪，也怪肖老师。徒步就徒步吧，还非要搞什么评比？赢了那一组可以当选探险小专家。探险小专家，哦，听着就幼稚。是啊，在肖老师的眼里，我们都是幼儿园的孩子，还是小班的，怎么幼稚了？再幼稚也是荣誉。啊，你。
小薇，周末远足，你现在才开始锻炼，是不是太晚了？要你管！好好好，我不管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你和方程一组特别吃亏，以你的智商，不应该去承受失败的痛苦。哎，我真不知道，你这种盲目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？方程赢不了我的，除非他有什么秘密武器，肯定有，对吧？哼，你笑什么？想套我的话就直说，以你的智商，是不具备拐弯抹角的技能。那你告诉我，方程到底有没有什么超级牛的导航系统，可以帮助你们找到捷径的那种？这个嘛，把耳朵凑过来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我可是你亲哥，你别走啊！他们到底多大了？这么老的歌都会？我有许多的秘密，就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忙呢，出去出去。没看到牌子上写的什么吗？智商低于200不得入内。不该这么歧视人的啊。行，那这炸鸡跟可乐我就只能自己吃了。炸鸡可乐，你不早说，美食是可以补充智商的不足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哎呀，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嗯，说吧，找我打听肖老师什么事儿？嘿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来我这儿不打听肖老师，还造卫星啊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们周末远足打算去哪儿啊？凤凰山。凤凰山？怎么着？你要找肖老师约会啊？哎呀，约什么会呀、啊？凤凰山山高林密，肖老师这个人柔柔弱弱，也不认识路，哎，走丢了可怎么办呀？他不认识路，你认识路？我也不认识，可是我会看地图啊。看地图？嗯，你还生活在古代吧？出门还看地图？不看地图怎么认路啊？老土啊！去看去看，嗯，你看。哎，这是哪呀？导航系统，我自己设计的，卫星测控方位，然后自己选择最便捷的路径。嗨，我知道，导航软件嘛，网上多的是。用现成的多无聊，用自己做的才酷呢。知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精神？嗨，就你这山寨导航，能有网上的好用？当然了，你不是要去凤凰山吗？啊，用我这个导航肯定找得着。不过你是怎么去啊？我骑摩托车呀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将出行方式设置为汽车，软件会自己根据速度计算出所需时间的。手机给我。好，好了，行啊，大兴，哎，谢谢了啊，哎，我回去准备准备。好好好。
啊你！我在外头侦察敌情，你在这大吃大喝，良心不会痛吧？坐。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水。好。打听到了，方程这次用的是北斗导航，居然没用 GPS， 果然是不走寻常路。方程说北斗比 GPS 好用多了。哎，这回他们的胜算更大了。什么叫更大呀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，对你没信心。北斗导航有什么好用的？他们就把徐莹请来，我也不怕。哎，起开，看这个，设定好啦。嗯，凤凰山走的大路、小路、岔路，包括其他各种乱七八糟的路，我都用卫星进行了测定，输入到程序里了，保证用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目的地。你就等着接受荣誉的拥抱吧。荣誉我倒不在乎，只要能平安的回家，我就非常满意。行，亚莲，你没走吗？你是不是一直跟这儿偷听呢？谁偷听了？我给你们送东西来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不懂了吧？这叫思南。刚才大兴啊，给我下了一个新导航，我也得有所感谢不是？哎，别动。这个呀，叫思南啊。听说你们周末要远足。这个可是个好东西，兴许能用得着。这怎么用啊？嗨，这就是古代的指南针啊。我们家祖上啊，有人跟着船队经过海上的丝绸之路，下过西洋，这可是传下来的。哇，下西洋。亚玲，嗯，你们家祖上是不是郑和呀？不是。嘿，不懂别瞎说。哎，八卷爷爷，你们这里平时都这么冷清吗？这平时正热闹着呢。啊，今天孩子们去凤凰山远足去了。这么晚还没回来呢？是啊。哎呀，八卷爷爷，我操！山，您怎么来了？徐莹是我的忘年交，周末了过来看看我。对，坐。好，谢谢。我能跟您拍张照吗？好，没问题。拍上我，一二三，耶！一二三，哇！好了，方程，你就是方程吧？啊，是我，女神。我是夏薇。哎，花卷爷爷，给我来三份大碗的卤肉饭。三份？你们俩吃得完吗？花卷爷爷，那他一个人呢？给我来三份。咖喱鸡饭。你们不是去远足了？怎么会这么饿呀？能回来已经很不错了。凤凰山也不是特别偏僻的地方，你们怎么会这么晚才回来呢？是导航出问题了吗？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北斗导航非常好使，路线计算也非常科学。这就对了，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，它由35颗卫星组成，其中有5颗呢是静止卫星，剩下的30颗卫星呢绕地球转动，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全天候、全天时的导航、定位和授时的服务。它现在的导航定位精度呢是优于10米的，授时精度呢优于20纳秒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。你们有北斗导航，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？别提了，北斗导航虽然非常好用，可是方程的体力不行，刚上山就挂了，下来的时候还是我们给抬下来的。啊！现在能回家已经是奇迹了。哎呀，我千算万算，还是没把自己的体力问题计算在内。大兴一定很骄傲。哎，花卷爷爷，大兴呢？他既然赢得了比赛，也不出来嘚瑟一下，不像啊！大兴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花卷爷爷啊，给我来一大碗的酸辣汤，疼死我了！我勒个去！哎，你不是和肖老师到凤凰山去约会去了吗？
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哎，他和肖老师约会，98.3%，不欢而散，肯定是又惹肖老师生气。生什么气？我就没见着肖老师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因为大兴那个破导航。哎，你说他那个导航吧，他，哎呀，他绕路不说，他定位还不准。嗯，我骑着摩托车按他那个导航走，结果一到山脚下，我就掉河里了。坏了！快点！哟，大兴，要不咱们也去看看？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要喝酸辣汤。这是最后一盘了啊，没你了。哎呀，朱迪斯，你差不多行了，吃这么多，再长胖了还要减肥，受苦的是自己。减肥？别逗了，哎，我下半辈子都想和红烧肉睡一块儿。大兴，你不是说你那导航挺好用的吗？怎么连自己都坑进去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用导航选择最佳路线，上面明明写的是2个小时，我们走了5个小时，连一半都没走到。朱迪斯，我就说吧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。还不打击你兄弟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三更半夜在深山老林里迷路的感觉，那叫一个酸爽。我最大的失误就是过于轻信别人。你们看，要是没有他呀，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。我就说这是个宝贝吧。奇怪，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？大兴，大兴，来，你这个手机卫星检查过了，导航系统没有问题，卫星定位还有路径规划都很专业。那为什么上面2个小时的路程，我们就是走不到终点？来，你这个导航系统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这个设置的是不对的。你看，你们回来是徒步，但是你们选择的导航方式呢是驾车，时间当然不一样了。一晚上能到啊，已经不错了。还当组长呢。呵，这北斗导航可真不错。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人类都是用星星来确定自己的位置，可是从来不迷路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人类在宇宙中的定位越来越准确，也越来越渺小。迷路不可怕，不过要当心，随着科技带给我们生活便利的同时，可千万不要迷失了自己。我们下期见喽。每颗星星藏着秘密，夜空变得如此美丽。怀抱银河系漫游指南，颠覆了课本上的定律。不要起伏超高速飞行，今天出发，昨天已回去。到底飞行多少光年才能成功穿越星际？也许会有平行世界，那里有另一个自己。心。
神叫人着迷，那是宇宙发出的消息，每颗星星藏着秘密，夜空变得如此美丽。到底飞行多少光年才能成功穿越星际，也许会有平行世界，那里有另一个自己。自己宇宙很远，他们用卫星打开一个奇妙的世界。程序设置完毕。人工智能，天地互联。要是我的设想真能实现，对整个人类可是一大步。花样百出，敢想敢干。小卫星引领大时代，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《卫星时代》，央视少儿频道，给你好看。